今天晚上哈，那我们东森乡公所啊的破碎场，那在此类的回收啊间上面发现了弟兄发现了有文物，那非常感谢啊我们广西义乡，还有来自罗东的警校朋友，还有马赛东山啊，还有我们的苏澳啊，感谢临近周边的消防队的同仁。他们来及时帮我们协助，那我们这一次不幸中的大幸，虽然就是一些小部分的一个火场，但是也充分的看到我们所有消防弟兄他们的辛苦跟努力，非常感谢他们。